他在学你啊，你刚刚这样走过去，他就学你啊。哦，掉了。还有哥哥回来。对啊，哥哥回来接你了。哈，是啊。你一瞬间就走过去了，他很努力的想要跟上你。在他心里就觉得哥哥很厉害，哥哥这样子可以走好快，可是东东要慢慢的，因为哥哥已经是长大的小孩，八岁的小孩，东东是一岁多快两岁的小孩，东东长大也可以。叶子，叶子沾到手了。他上不去。倒了，爸爸来救，爸爸救。我就是在等这一个。